各位西安四年级的学生，大家好。原来呢，昨天我所发布的那一个国语视频呢，我已经发布过了。所以呢，今天呢，这一个视频呢是已经 update 了的，更新了的视频。所以这个练习呢 ，Latin 十一呢，我在之前呢21号的时候，也谢谢 Queenie 的提醒。原来我在21号的时候呢，已经交代你们完成这个练习了。所以今天我们是一起来讨论这个练习的答案。好，我们来看第一题。先看这一个标题 ，Isi tempat kosong dengan kata Daniel yang sesuai。在这个空格里面呢，填上适合的 kata Daniel， 就是疑问词。好，我们看第一题 ，ga nama anjing yang comel ini。所以如果你们有注意看之前我给你们的那一个kata Daniel 的笔记的话，你看这一个 nama anjing 狗的名字。所以当我们在问一个狗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什么疑问词呢？那就是 apakah， 所以 apakah nama anjing yang comel ini， 所以 我已经说过，只要是非人类 ，OK， 只要是非人类，只要是问非人类，我们就用 apa。好，第二题我们来看 ，ga nama guru kelas kamu， 这个几任老师的名字，所以几任老师是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 siapa。所以你还记得吗？这个我在之前的笔记有告诉过你们了。所以问狗的名字用阿爸，问人类的人的名字我们用小爸。好，第三题我们看 ，ga jumlah harga barangan yang saya beli ini。所以呢 ，jumlah 就总共 ，harga barangan，harga 就是价格，物品的价格 ，yang saya beli ini， 我所买的东西的物品价格的总共。所以这个是要问一个数量，所以答案是 berapa。OK， 多少的价格？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少钱 ，OK， 多少的钱，多少钱？这我所买的这些东西的价格总共多少钱？好，第四 ，ga kemalangan itu boleh berlaku，kemalangan 就是意外 ，itu boleh berlaku 那个意外可以发生，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bagaimana ga， 怎么样？那个意外呢是怎么样发生的 ？bagaimana ga？ 第五题。Ka kaki budak itu berdarah semasa berada di padang tadi. Kaki budak itu 那个小孩的脚 berdarah 就是流血。Berdarah 流血 semasa berada di padang tadi 当刚才在这个操场。所以第五题答案是 mengapa 为什么那个小孩子的脚流血？当刚才在操场的时候。好，第六 ,Dari, 所以我说过这个 Dari, 这个从是指地点，对不对？好 ,Dari ga kamu datang, 你来。所以呢 ,Dari 是一个地点，我们一定是用 mana,Dari mana ga, 你从哪里来。好，第七 ,ga, bus mereka akan bertolak ke Taiping,bus mereka, 他们的巴士 akan bertolak ke Taiping, 将出发去太平，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bilaga。这辆巴士呢，将几时出发去太平？第八题 ，cara membuat kue yang sedap ini。所以我说过，只要看到 cara， 答案就是 bagaimana。做这一个美味 kue yang sedap 就是美味的糕点，做。这怎么样做这个美味糕点的做这个美味糕点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还记得吗？我说过疑问词在后面我们不用ga，疑问词在第一个字我们就放ka。好，第九题 yang menjerit-jerit itu， 什么叫做 menjerit-jerit？ menjerit-jerit 就是尖叫喊叫，所以 yang menjerit-jerit itu 那一个尖叫的人 siapa 是谁？那一个尖叫的人是谁？好，第十 ，kereta baru itu milik， 那一辆新车 milik 拥有，所以这题答案是 siapa， 谁拥有那一辆新车？好了，所以我们已经讨论这十题了，你答对了多少题呢？我希望你们呢，如果错误的话，请你们订正，然后呢，检查看到底呢你们答对了多少题。好，今天的这个国文呢就是到这里，接下去今天的功课，我要你们做这个。OK， 这个练习就是1到10题的选择题。好，
做这个一到十题的选择题。下面这个练习呢不需要做，我会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呢跟你们一起讨论 ，OK？ 所以呢这个练习不需要做，这一个呢选择题我要你们完成，下一堂课我们会一起来讨论。好，谢谢大家。